家早安，我是哇特皮格猪猪公爵，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今年新年我有新衣服穿，好肥好了啦，还没有出来是要肥个屁啊！哇特皮格猪猪公爵要准备出来喽，来了呀！新年新衣装，瓦特皮格跟大家说新年快乐。小瓦身上的兔皮是真的兔皮吗？是狐狸做的，狐狸做的。我之前杀了一只狐狸，然后把它涂成兔子颜色，赞！耶耶！哎，不对，那是蛇丸。阿森啊，不，小瓦不会梦到兔皮囊学姐，那会梦到香三枪学长吗？不会。叫米老鼠跟他，叫米老鼠跟他拜年是不是？哦，各位靠腰嘞！新的一年还要我出来撑场哦！哎呦，靠腰，这瓦特皮格已经不知道出来几次了啦！靠腰嘞，新的一年要我出来跟大家拜年哦！好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啦！哎呀，那个米老鼠这个名字真的不能用啦！哎呦，那会有版权的疑虑啊！之后要想说新年要有新名字啊，这样么大家在那想说要叫做鼠一进还是什么鼠丹利的，我觉得都大可没有必要啦，再换一些其他的名字啊！对啦，大家不要在一起叫，还叫什么鼠一进跟鼠丹利啊！这种名字都不能叫的啦，都不太好，都不能讲这种话的。对啦，啊，大家这新年帮我想一个新名字啦！啊，我现在还在叫米老鼠啊，米老鼠来跟大家拜个年啦！啊，讲一个吉祥话是啊，我没有权限啦，靠腰，台湾区的扳手没有那个权限，那不归我管的啦。米老鼠已经改名叫鼠一进了。一阵子不见，你怎么长一颗奶头在头顶啊？有够丑的。那个是元宝，金珠报喜元宝。特哥是什么把你变成这样的？我不是特哥啦，特哥过年要不要吃我们？为什么是特哥啦？赖来的梗蛋，赖来的特哥。小瓦，你下面伤口红线是被开刀割肉做肉干吗？不是啦，那个是我的衣服，我的套装啦，靠腰就是我的新衣装啊，那个拉开来里面就是很色的东西，那不能给你们看。会变成皮哥皮亚诺，不能给你们拉开来看啦，应该不会有人对小瓦做什么这种坏事的。老哥，你这个月忘记回来拿药了，赶紧回来，不然你会变心理变态。邱医师，那个什么，如果你是说超富的学长的话，已经有人说已经是没救了，他那个好像已经没有救了啦，这个到时候再看看，据说是已经没有救了。哎，叫做成吉鼠汉怎么样？你要是帮那个乱起名字的，你也射精了吗？不要再问瓦特，不要再性骚扰我了。请大家不要一直性骚扰瓦特皮哥，我今天穿的这个套装不是让大家来性骚扰我的。米老鼠今天射精了吗？不要你套装都抓出来呀，卖个萌啊啦，靠腰嘞！小瓦，你今天开完副学长是不是要放假七天去做心理治疗了？如果副学长之后没有开台，你们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这样子讲啦，糯米肠，你头上的大便屎要吃掉了没？都冷掉了。新衣装不错看哟，刚剖腹是吗？少哪个器官啊？没有必要这样子啊，瓦特皮哥黑，你们都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没有必要都这样子讲话，大过年的一直这样子攻击人家，人家刚出来那个奇怪了，我看人家一般 VTuber 新衣装，人家都一直 super 酱会一直抖，然后会一直有会员在那边送五十份啊，瓦特皮哥怎么就是小瓦今天射精了没有？那你就怎么样？我瓦特皮哥好歹也是一个 VTuber 是怎样？我今天新衣装出来这样子，你们都没有骗到钱吗？何必呢？皮哥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变年夜饭了。好的啦，话不是这样讲，都冷静一点。我再说一次，你又没开会员，过年的你要套个猪皮来搞这一出，那就不要怪我无情了，操你妈的！没有啦，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怎么无情？怎么了？我看一下，大过年的套个猪皮。What the fuck？ 感谢 S， 好腰 S 去，这个再放大声，大家一起听，恭喜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很多人都有那个什么，今天带四伯爷吃烤猪。谁啦？王刚哥，不要再乱搞了啦！为什么？现在这个已经女皇了，不是啦，不要再乱搞了啦！就今天别人带出的像瓦特皮格是二次元的猪啦，小瓦你好香哦，不要再对我有一些，这不是性骚扰，这感觉是犯罪宣言呢，这
种感觉不是性骚扰，这感觉是恐吓哎、欸！冷静一点，靠腰嘞，不是的，你们这个做的是不对啦，在干嘛啦？真的变二 D 了，怎么变二次元的啦？靠腰把原本三次元的柱子变二次元的了。小瓦，今年过年你何处没有你？那个是猪猪，那个是猪猪王国的世仇，不要再讲一些什么新东洋的笑话了，靠腰嘞，这谁啦？这谁啦？没有必要看富贺学长在那边，在那个冰宫滑雪场一直摔倒，没有必要啦，没有必要啦。这谁？不要摸，不要摸，不要摸我，不要摸我，摔猪肉。好了啦，何必呢？讲笑。反正你要拉着我的手带我走。好了啦，没必要这样子的，大过年的干你娘嘞，去死啦！我看都是这样，没必要这样子啊，王平哥，怎样？现在怎样？现在怎样？何必呢？啊！小朋友长，不要！什么？这样不要破防了，怎么了？啊！不要摸！不要摸！啊！为什么不要？超级掰嘞！妈的，干你娘！他妈死猪！哎，这谁啦？什么？这谁？是谁啦？那个那么小只在干嘛？啊！不要摸啊！他是在帮他死吧？话不是这样讲啦。这里后的山猪洗干净。那、啊、他是换一头猪是不是？怎么这些猪都突然变那么白？那这猪全白的怎么长得跟我很像啊？那朵莉妈妈这个皮是什么意思？那猪全白的怎么长得跟我很像？朵莉妈妈，哎，干嘛？给刀，给山猪做个舒服的 SPA。SPA。看起来一点都不舒服啊，看起来没有很舒服，他好像已经去了，大爷，他好像已经去了，他看起来没有很舒服，他看起来已经去了，那看起来那个灵魂已经回到猪猪王国了啦，靠腰，那个灵魂看起来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我恰点绿线，你可能要去问黎差额才会知道他去哪里的，不是啦，那个影片在干什么，大过年的没有必要这样，我看到你们猪猪王国的国王了，他好香，我是说他好帅，我们猪猪王国的国王有照片的好不好，你们没有看过我们猪国王的照片，他有胡子的、啊、对不对，这谁啦，老妈是我没有，这谁啦，我们在国中加入七分满的清水啊，清水这边要先焯水对不对，你看我就记得小瓦就知道这样子焯完之后比较不会有腥味啦，是这样子，你好像很知道怎么料理自己，不是啦，我读过这超副局长是中探丙级执照的啊，靠腰，他有教瓦特皮格啦，我没有超自己啦，小瓦连自己的葬礼都准备好了吧，好了啦，别乱讲话了，小瓦老熟了，不要用这种很奇怪的双关啦、啊、没有熟，我一点都不熟的，瓦特皮格感觉差不多要休息的啦，小瓦馆长中枪都还在开，不是啦，那个是那个没有啦，你不用在乱讲话了，叫米老鼠出来接棒，你要走出来接棒吗？哦，各位，哦靠腰嘞！现在我出来撑场是不是？哦，这边新的啦，我特别哥是新来的转学生，他今天新衣装比较不耐开的啦。哦，之后要来我来接棒是不是？还有多久？现在开了3个小时又40分钟，哦，还有2个小时又20分钟，我要来撑场，靠要撑你妈啦，我这个声音要讲2个小时，靠腰嘞，之后会没有声音的啦。哇，瓦拉比哥比较不耐开了，他休息一下，他去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他去休息一下。为什么没有考虑阿胜是什么原因之类？为什么？我只是因为他是个好笑的实况，所以我欣赏他这个而已，超胖好的啦。